Rumble Rumble Dinosaur 这本绘本呢，带汪顿将进入了恐龙的世界，也对恐龙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虽然它用字有一点难，但我自己的经验是，共读这本熟了之后，再去进入其他的恐龙科普书籍，会相对简单一些。这样，那这本书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它歌词有押韵，像这里 "Switch your tails and stretch your wings, let's see what the new day brings." Wings and brains，那基本上每一个恐龙的歌词也都有押韵，比如像这边 "Pterodactyls flying high，watch them as they zoom on by high and by"，下面这个 "friends and ants" 也都有押韵。那另外一个我要分享是恐龙的念法，因为我自己也花了蛮多时间在那边练习的，所以我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这里的翼手龙 P 是不发音 silent P，所以我们就从那个 T 开始。OK，pterodactyl，pterodactyl。那因为我是擦音节念，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念起来有一点怪怪，但多念顺几次就会连音连在一起了。然后这是比较简单一个 diplodocus，diplodocus。下一个是哦，嫩姜最喜欢的 Stegosaurus，Stegosaurus。然后这边下面这个是 Chronosaurus，Chronosaurus。你会发现 Saurus 就是 saurus 有一个固定的念法。然后这是三角龙 Triceratops，Triceratops。那 tri 就是三的意思，比如说 triangle，OK。然后这个迅猛龙是我花最多时间练习的，Velocirapt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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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有时候你会听到它的说比较简单的念法叫 raptor，OK。然后最后一个就是，Yay，T-Rex。OK，非常简单的缩写，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它全名是 Tyrannosaurus，Tyrannosaurus。OK，那希望这个简单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喽。